这个暑假呢，我觉得炎炎夏日，大家不要再塞在电脑前面了，走出户外。那本岛可以游玩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坐飞机、搭船都可以玩到离岛去看一看不一样的风景。像我们的海岛，台湾的海岛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，离岛都很推。连起来非常的舒服，然后整个成效出来，大家也喜欢，我也非常的开心，受宠若惊啊。当然之后也会有一些属于赵小温的战袍，对，会在比较后面一点的集数，然后请大家期待一下赵小温跟张韶涵的一些邂逅，两个人的不一样的发展。那现在就是前面的。我的男神啊，哇，这样子讲，如果叫我爸会不会太那个？不行是不是？好，其实我很欣赏会唱歌的男生，我的那个手机的音乐软体的歌单里面最近有一个，对，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唱歌非常的深情，然后笑起来也非常的好，然后其实我听他的歌。我觉得啦，我都跟我身旁的女生朋友讲，如果只要男生会唱《女孩》这首歌的话，就是直接加分。对，因为我很喜欢听男生唱这首歌。